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生。今天我们来送一款爸爸们制作的地图。没错，他们背着我偷偷在后面乱搞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。这什么东东？这什么材质包？这什么十年前老旧的东东？今天我们要来玩爸爸制作给我的坑爹地图。对，不是那种我之前玩的外国人制作的地图，是外爸爸做的啦。有没有看到这上面写大大的 Kuruki 爸爸？如果背景可以不要用这个 Draw My Life 的东西的话，让我今天开场不到十秒钟尴尬癌直接给他发作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，如果大家喜欢麦块坑爹地图系列，想看到更多更多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对大家从什么事情开始看到今天。有人从Draw My Life看到现在的吗？有的话不要告诉我，有点尴尬。那大家如果大大的喜欢都给他做下去的话，我们呢就准备 go go 咯，来咯，3 2 1 ready go go。 你确定你开好场了吗？不再开一次吗？我怎么开始有点后悔把这地图下载下来。什么你以为开始了？那你就大错特错咯。我们的开始游戏在上面。少是伸手吧。我怎么已经有点后悔下载这个地图啦？因为我是存档点，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讲稿。因为跑酷很简单的关系，所以中间没有存档点，然后要不停的跑。好，我该说的说完了。对了，记得点哦。对耶，今天忘记点这个东西，大大的喜欢。好，都点下去了，出发。别笑，是感觉起来不会。哎呦老哥，我已经是30岁的大叔了，这种跑酷已经不太行了好吗？没有以前的那种反应能力了。下回啊，这不是那个吗？麦块里面那个，他会攻击我吗？这不是麦块里面那个吗？会，吓死宝宝了。认真模式，这里可以给我助跑跳，有点危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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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到了，到了！我靠，游戏经过了半个小时，终于开始了，都换了一副眼镜了。好好好，叭叭叭叭叭叭，卢卡西。7:58睡的侦查，连闹钟没有响就醒了，就是今天了吧？聚餐的日子，距离聚餐剩下10:02，我要把我的那个认真眼镜拿起来了，要换回原本的。闹钟响了，闭嘴！我靠，真的可以敲哦！我靠，好屌哦，好猛哦！行事历有一则新事项，底时扣，这底时扣是版权关系吗？有一则新讯息，早知道就把闹钟关了。好了，把必要的东西拿一拿就闪人了。我有手机呢，我的手机好猛哦！下午6点吃饭，其实通常是7点的。我的钱包，跟过来，各位。我靠，明明注定吗？明明注定吗？这是，跑酷达人，赞哦！好的。我可以把这地图删了吗？我会在路上一直看到这种奇怪的东西吧。我家看起来蛮漂亮的。哦，是什么？未使用过的口罩。哦，为什么泡在浴缸里面呢？这好像我那种10年前玩的解谜地图哦。出门，我好像有东西没带。那里还有东西哦，要把东西都捡起来，是不是？这里，装满阿尔卑斯山矿泉水的水壶。这个是那个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那个便利商店卖的那个矿泉水吗？然而很不巧的是，门是锁起来的。有没有可能是我自己把自己锁起来的？得快点找钥匙。所以是藏东西。10年前的麦块解谜哦。有香上香，香上香，孙上香吗？没有，这个一定会有，一定在这，100%。没有，不在这里。楼上吗？哦，也许是从这个洞看出去，也不是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找钥匙是吗？
他把每一处都给他翻得干干。哎呦，他在偷看我啊！他正在偷看我哎、欸，这可以，哎呦，这可以拿哎、欸，这水水底下的东西没有东西。哇，2024年了，这个桃木剑也该进化一下了吧？这个里面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个里面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个里面有没有？什么时候放在我头？是那个以前那种坑爹，哎，他还有提示、哦、他可能看我找不到。出门，门终于开了。哎，这家做的还蛮漂亮的，哇、哦，好大哦，好现。布图哎，哎不是哎，剧情哎，下面跪啊！水沟盖没有盖上，你没看到就掉下去了，哪来的水沟盖？对啊，所以才说你没看到。哦，忘了说你是超衰的人。这什么？你的过去？发生什么事？人生走马灯哦。想先来种个田，翻个土，然后找个种子来撒。俺是耕田的，苦力怕也想学农耕。这里剧情发生什么事啊？算了，来钓鱼好了。用我的定力，中间。有，中间，中间，中间。俺是钓鱼的。我钓到什么时候啊？哦，有了，有鱼。苦力怕也想学钓鱼。苦力怕，算了，直接买小麦来做面包总行了吧？苦力怕也想做面包。我到底在干嘛？苦力怕被面包吸引了。我一定要咬到一口面包。苦力怕想吃面包，至少我咬到一口了啊！面包过期了。这是我上辈子的人生吗？这是我上辈子的人生吗？事实告诉我们，不可以错估老天带来的变数。好，起码找找哪里能够出去。我怎么又回到现代了？刚刚那段到底是什么啦？如果有水沟盖，因为清洁没有盖上，就代表是不是其他的地方也许也会有？总之，先摸清楚附近的路好了，最好是可以找到出口。聚餐剩下9个小时 ，Chapter One。所以刚刚那一段到底是什么都很没有道理耶、欸！哇，这个光影真的是很漂亮哎、欸，好酷哎、欸，很美、欸。那什么东西？靠左边恐怖地图啊，无名尸 ，no， 去别的地方，去别的地方晃晃，吓死我！虽然知道问了一定会出事情，但是别问啊！当时什么声音？过去看看啊！是铁巨人吗？哎，这个好像那种沉默之丘，最近不是很夯吗？这声音从这边传过来的吗？沉默之丘，抠抠抠的声音，沉默之丘那个三角头人，这什么地方？怎么地下水管有这种鬼地方哦？这什么？各种酒类，好多酒哦，在哪里？酒吧？这是我们的那个吗 ？DC 群的那个深夜酒吧，酒堡，好酷哎，成就哎，下水道酒堡啊，下水道酒吧的酒。欸、好多成就，我先把成就收一收。这个算成就吗？这是拿来保护我的。等一下，不管冲出什么东西，我用这个加八2024年钻石桃木剑直接嘟在他身体里。管你是什么三角头，管你是什么东西，声音是从这里传过来的吗？好像是呢。走到哪都有你，走到哪都有爸爸808。等下你头上的什么呆毛啊？还是钥匙啊？我可以拿吗？不行啊，好吧。哎，鸡妹抱抱。哎，鸡妹威比猪，刚威比猪在那个、欸。靠，为什么威比猪发出奇怪的声音啊？啊，抱抱的声音啊，这是抱抱还活着的世界线呢、欸，又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后面啦、啊，不是这里，他、啊、那里还好像没路了。走，我们走这里。哦，声音从这里传过来的。我那空空空空空，空到下面哦，就是这里。刚刚出现那个无名尸的地方。哎、欸，的确在左边。戴耳机的话可以听得到那个环绕音响，是在这里吧？明明刚刚什么都没有，现在怎么都出了怪声音？是否靠近此区？请确保探索完，触发之后就无法回来了。好啊。好啊，这是那个啦，那个等一下可能会出现腐朽者。我手上只有一把铁剑，没有穿任何装备，就他妈的，我不是要去吃饭吗？刚刚有这个东西吗？靠，这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这
什么东西？他马是小火车，靠腰啊！社会！我的耳朵，前面是开关，什么开关？啊，那里，那里，快看，快看，关起来。好了，怪物哎，没反应哦！我说他不是怪，他竟然把他给汤马是少灵车，差点变灵车呢。好吧，歪打正着也算是打开了。He died。这地图刻很多呢，这有什么好亮哦？内裤哦，饼干内裤不是一包饼干呢？有包饼干在这里，看起来没过期，要拿起饼干吗？谁敢拿啊？不要，我等一下去吃晚餐，我还吃下水道的饼干，果然不是万岁牌的，我可不吃哦。时间先不早了，我得抓紧脚步先走了，拜。哎，老弟，一个人在这里干啥呢？哎，我被一个不知名的怪东西追到这里了。啊，你是指这个玩意儿吧？这个家伙老在这个地方专挑你这种小朋友吃啊，哈。这个家伙看你紧张挺饿的，那来吃点不？啊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，都是兄弟，叫俺图灵就好。你找出口是不？是哪里人啊？前面走到底就是了。哦，这么近啊！多亏图灵先生。好嘞，老弟，哎，路上小心点，俺就先去忙了。哎，他不会是我的前身吧？他讲话俺来俺去，哎，对吧？去前面的路口吧。好，前面的路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你掉进水沟该摔死了。哪来的水沟盖？所以才说你没看到啊？什么？右转？还有错误的路啊？这什么东西？那里有成就？哪里有成就？哪里有成就？这是做地图的大家哎、欸！这是什么？异世界，大家一起转身到异世界了，是不是？异世界灵车卡车军，是这个吗？这是我要找的成就吗？还可以再往前走，在滴水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怎么看起来像是后室？我正想说，找到房间并逃离后室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人到底在下水道干嘛啦？有好奇怪的声音哦。什么声音？会不会有那个后世的怪物啊？这是 level 零，后世的怪物是羊的声音哦。这地房间，丛林秘宝用来祭拜某种神秘的力量的东西，哦，这就是他讲的成就啊。有的嘞，我真棒，还可以再往里面走，再往里面走。Oh no， 这又是跑酷哦。哎，老哥今年32岁，我这次失败，我就回娘家，我就不跑了。哇靠，哇，很难，很难。这什么东西？人玩的吗？超远！哎，等一下，这高度，我需要跑吗？跑个屁！下面有东西吗？没有东西，什么东西啦？怎么还有一个箱子？没东西。跑酷达人二。哎，我收集到一跟二嘞，我猜等一下会有三，会不会有四啊？会不会整张地图里面全部都是跑酷啊？好烦哦！走到底了，这是异世界灵车，直直往前走。哎，各位不要在地图里面塞那么多跑酷，不会跑酷了。艺术名 2.5， 调物老师，调物老师你怎么在这里？哎呦，这边怎么那么黑啊？湿湿的教室，哎。出口！哇，全破下水道，了无声息，完成。距离
我在底下被困了5个小时。虽然但是我们很遗憾的通知你，你在大马路的中间。谢，这是什么鬼地方？谢咯，这是我家门口吗？不是不是，好恐，这怎么做的啊？好梦啊！哇！啊！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走到这。这是什么？天天过马路限时 beta 测试版。喂，你刚装的什么音乐吗？喂喂，可森，记得去领货。你谁啊？哈罗德，下午店就开了。哦，对，那我现在就去。你绝对不知道，我刚刚在哦，谢啦，拜。那算了，我习惯了，先看看地图吧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店在哪里。新增，哦，手机可以新增哦。哎，好猛啊！我要找什么地图？是不是 Google 文件？文创商品店前方300公尺处，文创小铺仁爱店，即在你的左手边。哎，这么近的，好哎！幸好下水道刚好接到这附近。Go go！ 靠，这地图其实很猛哎，这地图其实很厉害哎。Bubble Food 的啊，哇嘞，怎么倒了？这个 Bubble 不太会做生意，好大的都市哦，好大的都市哦。很大呢，那什么？你谁？布加拉蒂，这味道是说谎的味道。哎、欸，各种彩蛋呢，好好笑！我可以走到大马路会被车撞死吗？不会不会。刚才手机铃声真的超好笑。42，万物的解答，宇宙的答案。42，好酷好酷好酷，好炫炮！哦，金砖是我要到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好像是哦。门怎么没有反应？诶，这么衰的吗？感觉很不妙啊。难不成是替身攻击？不加拉提。看看地上那块牌子吧。这什么东西？这牌子是干嘛？你好，这位先生，我看你在店外徘徊，请问需要帮什么忙吗？我刚刚钱包掉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在找钱包。好的，现在店已经整理完毕了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本店里面来看看哦。这是 7-11 吗？我刚好进去。哇，你这是有个尬的，旁边呛我哎。反正先进去吧。我很大的地图哎，这什么？有个告示牌，过马路就会挂掉是不是？哦，没有，观看雕像用。是我哎，左上角还有鲁猫猫，还有鲁猫猫。哇，哦，是全家啦，就是全家的那个 BGM 也不是这样子。第二章节，文创商品店服务周到，剩下3个小时55分钟，缓光临，有需要服务可以来柜台询问。我对这家店大厅看起来都像是被台风扫掉，他不是说他已经打扫，哦，大厅在这里，他不是说他打扫完毕了吗？你好，我要取货，尾号996，另赏对吗？嗨，另赏，啊，好的，稍等，这个有点像虾皮店到店。算了，应该是要等很久。他直接跳到桌子上。他老哥直接给我跳到桌子上。超好的。我发现爆炸声音。我还去看看好了。哇，好多东西哦。他老哥怎么入关啊？好吧，盖上盖子吗？怎么会有老板跟老婆去度假，是我一个人这种事？妈耶，什么狗屁工作。你还好吗？他是怎么走一走突然崩溃哦。你看有几个是有做过的好的，把他拉起来。不好意思，见笑了，我叫本奥，这里唯一的员工。怎么突然自我介绍？因为可能需要你帮我个忙啦。哦，可以啦。哎，这不是自助店哎，我投诉哦。要求呢？这样时间来得及吗？哎，我可以投诉吗？投诉专线在哪里啊？但还是得去拿的吧，去当个做个公益。哎，我超讨厌等于。这里的防盗机制复杂过头，靠我一个人完全解不开，我没有力吧。总而言之，我去操作左边的操作房解出答案。哦，操作房，他已经到了，再请你帮我现场看看房道锁。
那我直接教你可升，现在只需要往前走，可升前面的景象怎么样？还不清楚，是一个转角，八号出口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猛哎、欸欸！我需要寄东西吗？我需要寄东西吗？我靠！好屌、哦，死路哎、欸！喂喂喂喂喂！等我，是什么？倒数计时？这机关是什么？怎么长得像是炸弹一样？是炸弹哦！啊？怎么剩下三分钟？那你现在清楚了？这边有一本指南呢，我看看怎么发吼，发什么发给我？他怎么发给我？也太久了，快一点！新文件，残障手册，我发给你了，残障手册。残障手册我怎么看？啊，先回到主页面 ，Google 文件。残障手册，靠，这才小啊！这什么东西啦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啊？等一下，我看没有动，三分钟没有在动哎，幸好，先把东西收好。开始，我连我要干嘛我都不知道，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啊？开始。颜色，等一下哦。红旗哦，我看到了，红旗，黄色45度，黄色，这是绿色，这是黄色，黄色45度，这是45度对吗？这是90度，黄色45度。哦，很难，那快点，蓝色180，蓝色180。啊、按错了，残障手册，蓝色180，红色0度，绿色315，315是多少？315是多少？315是这个样子。检查，有输入正确。快点，还要再输入两个。残障手册，绿宝石，蓝色270，蓝色270，270是多少？这是180。然后270，好，绿宝石，黄色不用动，红色135是多少？这个是135，好，135。然后绿宝石，绿色90度，这个是90度，没错，确定。碎了，如果失败会发生什么事情？输入指令哦，他有那个呢，会错误呢。失败会直接送我上西天吗？怎么办？手好痒哦，好想乱按哦。哎，这是刚刚图灵送给我的饼干，对不对？哦，吃好快，正下方的那个狂客饼干呢，随便乱按，他就让我重新玩一次哦。这样我烦躁的，什么东西？深水炸弹准备投放。哎，还有动画，我以为是直接挂掉哎。54321，我的，哎呦，我这是头顶是不是？不过似乎不是。物理伤害，精神伤害 ，emotional damage。No， 六角恐龙。不。还再重玩一次是不是？好，直接打开耶！至少门开了，哎，很佛系耶，这游戏，他不会送你上路，哎，做得很棒耶，害我想故意挂掉了。这些奇怪的设施是什么？我靠，这是什么美军参战哦？这是那种美国大兵那种训练的影片耶，这可以解吗？成就吗？哦，不是耶。你察觉到饮水机里面的水似乎是桶新的，使你充满决心。Underground 不是 Underground 啦 ，Undertale。我好讨厌梯子，我没跟大家讲过。我被锁起来了。这不是马里奥吗？老哥，你长得像马里奥吗？这是那个哎，这是那个Sons 的那个龙炮。这怎么看都是马里奥。总算爬上来了，这些到底都是什么奇怪的防盗机关啊？什么鬼啊？存档点，然后哎，该不会是要往下跳过去？很远呢，会赢哦！哇靠，这来喽，3、2、1，嘿！
吃哎、欸！啊，忘了说，目前只有一个是凝固的史莱姆，剩下的都是没有办法沾染的、哦。怎么办？我们刚刚跳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要哪一个啊？选你，选你。嘿，100%是这个。我不可能那么衰的吧？不可能那么衰的吧？绝对是这个。这是我没踩到还是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直接跑走。我还差几个、啊？差两个。一定是你、哦，放在最旁边最不。请在我脸上披一个虽然两个大大字，赶上了。接下来请你自己摸索一下自己的管子，照着顺序就会走到不叽不叽不叽。哎，等等，他说什么？他那里是啊，讯号似乎爆炸了。他刚刚跑去哪里忙了？怎么那么喘？厕所？不是，我的答案呢不是这个路线呢？算了，我自己摸索。这是马里奥哦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噔，好酷哦！Hello，Hello， 我三天没洗澡，所以我是要随便进洞里面吗？这是什么小王子哎？这是光遇啊，这是光遇联动哦、啊。哎呦，这是视角怎么？哎，我怎么回来了？好、啊，好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同一个管子进去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出来的地方也不一样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在飘吗？我在往下跳，紧张。哦，传送装置出问题，我按出来了。结果那本日记真的是解答哎。OK， 继续走，不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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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对，等等，那本日记啊，算了，网又断了。这是那个老鼠洞，好昂的跳哦。直到老鼠终于有一天会离开老鼠洞取走蛋糕，心里充满决心。我记得在原版可以把蛋糕拿走，对不对？你把蛋糕吃完了，你觉得自己像是个垃圾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些机关又是这些搭载勇者电子什么东西？通过的方法是不知不知不知，你知道的，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为什么这段产品介绍就这么的清楚？算了，我应该知道怎么过，跟某个知名的像素作品一样。还是一样是 Undertale， 这个是那个啦，龙炮，不是龙炮，就是类似那种的。哪个颜色是可以走？哪个颜色？我有点忘记了、欸。橘色是可以，橘色是可以移动，是不是？然后，对啦对啦对啦，然后蓝色不能够动。哇靠！哎、欸、是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橘色可以动，蓝色不能动。哎，好难哎、欸。橘色可以动，蓝色不能够动。对，橘色可以动，蓝色不能够动。橘色 ，OK， 好危险。橘色，好难，好难。蓝色过，别走。OK， 橘色往下，橘色往上。橘色，啊！你发现了一个没有营业的自助烘焙坊，你充满决心。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所以这是完全随机吗？啊，各位，你们觉得是多少？我觉得攻他中路。他不会三条路都是对的。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还、欸、是动哎、欸，还、欸、是动哎、欸。好了，二分之一，再对一次也就不过四分之一的几率而已。刚刚二用过了，不会这么阴险，再来一次二吧。三，对两次，四分之一。各位，来八分之一喽。二跟三都用过了，总该是一了吧？我靠，这么简单的八分之一，各位，接下来是16分之一。如果再对的话，好了，接下来什么东西都用过了，再攻他也是中路吗？这么简单的吗？有可能给我一次重复的一吗？或者是三呢？怎么办？刚刚已经八分之一了，对不对？赌了，三！我靠！16分之一，再对一次就是32分之一。
三用过了，会不会重复再来一次三？又或者要攻他中路，又或者是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哎、欸！又回到八号出口了、欸，五号出口，勇者村 ，Hero Village， 深夜巴士，地下世界 ，Underground， 芋圆柚子总部，仓库，又回来了。不会这次真的可以玩八号出口吗？我走在这个地板上的那个声音听起来给他有点不太舒服。哎，没有变哎、欸，哦哦，好像轮回了呢、欸。辛苦了，快结束了，接下来就简单了，只要找到跟第一关的装潢差异。哎，我没叫你记吗？请加油。我觉得这模式似曾相识。好，开找。这明显就有 P 图吧？这家伙明显就有 P 图哦。哦，你选择。我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哪里有变啊？门的握把本来就是在左边吗？史莱姆农场有没有什么少一只史莱姆之类的？轻轨哎 ，Undertale 哎、欸，我可以回到上一层看那个原本第一号房间长什么样子？那个狗狗是在睡觉吗？是在睡觉哎、欸，可是我怎么记得那个狗狗刚刚不是在睡觉啊？我选错会发生什么事？我随便选一个这个 P 图仔好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怎么选啊？哦，选了，你看我的下巴，什么东西？那什么？哎、欸，好酷啊！哦，选错就会挂掉了。等一下。这狗狗是站起来的吧？是欸，选对了。起床啦他太累了。好，我要怎么记啊？所以这些其他都是正确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先仔细看一下。我门把是靠左，那里文创商品，这本来就是808欸，808号出口欸。后道阿神，门把靠右。 OK， 门把左右左。 OK， 门把要记。安全栓，灯要记吗？哈，灯要记吗？这眼镜是我高神马的，好字好小哦。U C C U， 好的。所以我错的话，我就会往回。好酷啊！剩四个，我怎么找到错的、啊、？OK， 左右左，眼睛轻轨。哦，连这个都要记。有时候会有开灯，有时候会有关灯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怎么知道开？不用知道开灯或关灯了，我找到了地板，这在原作中也要，欸、很强很强很强，可以哦。好，再记一下下，这大概都长这样对吧？哦，这里哦，两个主角手上拿的是玉米，欸、手上拿的是玉米，上面有一个裤子，裤子上面有写什么字 ？No pants， 没有裤裤，33333，扣一了，大家帮我张大眼睛，不止正确。我长得差不多正确，这个海豹史莱姆没有少一只，轻轨眼睛会不会动？不会动。你有没有睡着？左右左吗？左右左，正确。然后手上拿的是玉米 ，OK。眼睛 UCC 有改成蜜吗？没有 ，UCCU 消防栓正确。有完，怎么办？这一定要找到正确吗？没找到正确，怎么到下？这个很好笑哎、欸，这个很好笑哎、欸，可以再来点这种很明显的左右左，眼睛有 C C U 是正确的。到了二了 ，OK， 裤子，眼睛，这后道是不是变长了？天花板会藏东西耶、欸，文创商品好像没有变哦。门嘞，里面有东西吗？没有。轻轨有东西吗？灯是亮着的，起床的。
左右左正确，手上拿的是玉米也是正确。我怎么看不到奇怪的东西啊？哈利，嘿，哎呦，哎呦，好恶心哦！哎，好酷哦！哎，很酷哎，很酷哎！我现在进到了一号出口了，是不是？好像还差一号出口，好像还差一号出口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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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行哦行哦，照我们这进度。裤子正确，阿神正确，我正确，还有哪里不正确？都正确，地板、天花板。哦，嘿，哎，哎，跑去哪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我怎么抓住他？这什么啊？抓不住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点啊？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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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！抓不到！不要动啦！在干嘛？好，我疯狂按右键，疯狂按右键！啊，变慢了，它变慢了，它变慢了，它变慢了！怎么可能追得到啊？嘿，点不掉，这里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来了没？嘿，有啊！哎，这还蛮好笑的，这个很好笑哎，这个很好笑哎，哈哈，哦，哦，哦，出来了！哎，刚刚是彩蛋吗？终于过了，接下来是什么？高空弹跳，类似坠落水立方。坠落水立方，哎，他真的是把我这辈子玩过的所有的东西全部做进游戏里耶，哎，直接前往天堂的道路吗？好，现在你得往下跳，越过障碍。哇靠，也太高了吧！然后出口就在，讲一半不意，这什么 ？Puppy， 这是 Puppy Playtime 耶！我靠，这是 Puppy Playtime 耶！还要继续往前走吗？当然要哦！我靠！我靠！哇！哎，很赞哎！也太有心了吧！哎，好赞哦！哎，这是那个哎 ，Puppy 的房间。真的有 Puppy 哎，好厉害哦！你怎么会来到这个房间？外面不是贴满了警示语了吗？你以为自己是主角，可以随便进别人房间吗？你不会想走了吧？已经太迟了，就算你死了，你还是会复活，所以我只能够把你请出去。哇！欢乐时光，好强啊！好啦，坠落水立方，跳喽！坠落超立方，哎，我可以慢慢往下跳，不要，小朋友才慢慢往下跳，这个其实超简单。这怎么下去？跳上去吗？哦，下去下去，要溺死！我怎么没有办法游泳？游泳，好黑好黑，左转，上楼，要怎么出去？这里又没气了，又没气了，出来了！哎呦，上面写背面有惊喜，是我的后面吗？还是哦，出口在？爬上去溺死吗？我怎么爬上去？哦，好痛啊！哎呦，上来了啦！出口在上面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这里啊？哦，不会每个都要检查吧？我怎么知道出口在哪里啊？它是像是那个啦 ，Puppy 的第一关的那个通风管。我要怎么检查啦？每个都有可能是出口呢。哎，哦，还蛮快的。哦，这什么？总算是到了。哎，可是没有可能这里要算数学吧？请拿出计算机，请计算出正确答案，用以开启安全门。它的题目是。
点我复制题目，我能够、我能够 Google 哎、欸，小朋友才哎、欸，请勿使用电子设备。啊，我们这个会怎么？被计算算计了。哎、欸，有个这个是什么？答案纸哦，要写东西。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会是9527以前的 RC 的密码？然后嘞，确定？哦，不是。还有什么数字跟我？有没有可能会是 Bub？ 我刚刚用算的，不是用猜的。这个加减乘除不就小学就学会了吗？轻松简单就算出来了啦。接下来就是仓库了。我不是要领包裹吗？我领到现在包裹呢？你来啦，阿神，等你好久了。不是，等我干嘛？别在意那么多细节，反正我叫亮亮帮我个忙。毕竟我不可以离开这个监控室，所以我要做什么？你去里面找一个警卫海星，他在最后一间房间。好，还赏我一巴掌。啊，所以我的包裹嘞，小型仓库 ，OK。物品仓库 ，OK。冷冻仓。开启的方式出，哎呦，怎么那么恐怖啊？机械仓库、深层仓库，怎么越来越恐怖啦？深层仓库的监控室，海星耶，请问你叫海星吗？哦，对哦，是你啊，怎么好像跟我很熟一样？真的吗？太好了，那我的包。但是这里有个好消息跟坏消息。坏消息是你要进去里面自己找，毕竟我没有办法离开这里啊。好消息嘞，只有三个机关要破解哦。我他喵喵的喵喵！好啦，快去！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吼，我帮你打开深层仓库的门了。No， 红石。No， 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老人解谜啊？这是什么老人解谜啊？这解谜不是500年前？这不是500年前的解谜吗？可不可以上点强度啊？这个解谜就想难倒我，哎，不是哎，上点强度好不好？上点强度啊，老哥，这样子就要我解这个东西，是瞧不起我了是不是？我看看哈，这要怎么弄哎？这个 A O 这个 A R O 呀，这个推过来，然后推过去，我、哦、拜托上点强度好不好？跳关，我没有想跳关的意思。对不起，这就是最后了吧？终于拿到包裹了，然后有够累。还有这关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题目一，阿神在《骷髅兄弟》中曾经扮演什么角色？艾莎、安娜。哇靠，这不是以前的那个吗？这不是以前的你有多懂阿神吗？艾莎。哇靠，这我怎么可能会答错啊？搞神马跟马田的搭档是谁？当然是我们的阿行啊。哇哇哇，题目三，阿成曾经在马奇梦想生活中成为哪个角色配音？那个没有人认识的角色，我们的马姆斯丁。阿成玩过诸多库米家族的作品，哪一个作品最让阿成崩溃，连作者都感到抱歉？ A 狼人杀， B炸虾鬼抓人， C 行星海盗。其他是会挂掉吗？这就会挂掉吗？颜色看起来亮亮的，会。这是那个问题最多的，那个就是 bug 最多的东西，最多的地图。题目五，哪一代狼人杀没有圣剑这个道具？各位是狼人杀忠实粉丝，我看看人狼杀应该是有，好像是新版本的没有，对不对？旗舰版。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更新旗舰版，狼人杀 AI 是什么东东？这是重制版，重制版没有吧？对，什么重制版？可以，差点跟斯米莱绝交。
题目料，以下创作者谁没有跟阿神合作过 ？A. 我们就要做 ，B. 皇室兄弟 ，C. 懒猫 ，D. 胡子懒猫。哎，行，再来题目七，冰淇淋系列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做过冰淇淋？纳豆、可乐果、米饭、啤酒、泡面，泡面吧。我有做过啤酒哦。恐怖游戏中哪张地图蓝色蝴蝶兰让人印象深刻？那张地图遇害的小女孩名字叫做什么？遇会吧，对吧？我靠，我还记得，我还记得，我连看都还没看到。丙瑞是谁？哦，丙星啊，哦，瑞星，我念中文。庭云当然是我们的玉慧啊，哎，我好强，庭云，这是歪头庭云哎，是庭云哎，是庭云哎，到了防盗金库，到底买了什么包裹啊？恭喜你成功通关，好哎，离开，这个地方真的只卖文创商品吗？总算是拿到这几件货了。我到底拿了什么东西啊？喂，可森你也好了吧？店里见。好的哦。喂，他也太喘了吧？他也没有做什么啊，他也没有做什么东西啊。抱歉耽误你那么多时间，路上小心。没事啦，你也辛苦了，幸好今天提早出门。文创商品店服务周到，第二章完成。距离聚餐剩下两个小时，哦，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友情提醒：公园对面的公车哦，有公车招呼处。的确，早点到现场，免得遇到一大堆鸟事。哇，好大的公园哦 ！Tinico， 就是要到这个地方吗？没有栋房子，然后这里是哦，巴士站，我们要到巴士站。好大的公园哦！哇，这地图你们到底做多久啊？哎，好扯啊！哎，真的很扯，真的很扯，真的很扯！哇，出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可以过马路了，是不是？哇，好大的公园哦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可以分我一个吗？哇哇哇！可以分我一个吗？再下回假拖刀，什么啦？爸爸爸爸，我要买芋圆，我要买柚子，我们买芋圆柚子给你吃。哎，好多梗哦，好多梗哦，啊爸爸，你最近眼圈黑眼圈很重哎，因为最近是阿坤是坐席，是我哎，还有 EJ 哎，可以在旁边那个车库里面再多抓几个吗？哎，好酷哦。今天我们来到外国人推荐的一个公园，外国人，欢迎来到小小冰城，熊熊冰，这是小小冰做的，哎，好多好多哎，奇怪的 NPC， 哎，不行哎，这些东西我想要到，我想要私下到我的勇者村，就是我们的 DC 会员群，好好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看，暑假特产，这必须得看的吧。阿神什么时候可以玩 S 挖悟空？阿神什么时候开始玩？什么时候会跟羽毛玩？你这样会被 ban 哦！哎，这公园做的好棒哦！什么啊？为什么会动啊？好扯啊！好扯啊！好棒哦！哎，不行哎，这些可以留到那个私下，让我好好品尝，让我欣姐爱你。那这是什么？地球超人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卡通哎，地球超人。好，我们现在把手伸出来，然后喊出自己的能力。好，来，你再请阿跨我让加追个。等下，我的头痛。我能力不然就打我呀！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好多啊！帮我撑十秒，哎，超多梗哎！丹克里，好多梗的旺熊猫最好这样叫，
谁啊？企鹅飞，塔之勇者，七八一。哎、欸、靠，这地图超屌的、欸！哎、欸，这地图超屌的、欸，屌！啊，完了！哎、欸，好强哦，好强哦！哎、欸，全部都是梗哎、欸！一天，全部都是梗哎、欸！免费猫咖，这是卢卡斯吗？小唐，有小唐哎、欸！我每天都要从瑞典飞过来这边经营猫咖，很累哎、欸。好多猫猫哦，哎、欸，好厉害哦！而且其实我很多东西我没有逛到，有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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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没有逛到。蓝银，哎、欸，好多、哦！为什么有你啊 ？Two step ahead, two step ahead！ 哇靠！哎、欸，只是哎、欸，干话王。首先你看到我了，其次你看到我了。在此我要小丑哎、欸，在此我要恭喜你被我恭喜了。接下来我要说的话很重要，请仔细听。真的是干话王，谢谢你的仔细听。宇宙，哎呦，哎，怎么了？总感觉有个神秘的力量在呼唤我。听说这是附近有名的钉子户，屋主很奇葩。你确定要去？你把我直接扔上来，你问我确定要去？去也无妨。去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走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一间大房子，哦，有神奇的宝箱，下面有名字耶。哦，这是谁？谁家啊？钉子户？哦，我家吗？这边说我是钉子，我不是钉子户啊。这边有条路。Hello， 有人在吗？这是小可，有机关声啊。听说这里是供奉神明的黑道神秘空间哦。我还活着好吗，各位？我是捡阳寿了。哎、欸，对耶，这里是那个晋级的 B 小队耶，这是晋级的 B 小队的那个家耶，对耶，对耶，我就想说为什么这里那么眼熟，我要怎么祭祀啊？这样子吧，哦，发生什么事？你好啊，你最近很忙对吧？所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。你是不是曾几何时萌生出想消灭人的念头，但最后又觉得好像只要经过努力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好人？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洗心革面的机会。呵呵呵呵呵呵呵。好的，既然如此，你有曾经想过对吧？现在问个更好的问题，你是不是想尝点苦头？什么？我为什么突然掉到这里啊？如果你再往前跨一步的话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你绝对不会喜欢的。我也想出去啊！都是音乐盒啊！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 ！Birds are singing, flowers are blooming. The days like this, kids like you should be burning in hell. 哇！你怎么了？我快点进去，小门晕倒了。Oh my god！ 这里跟剧情到底有毛关系啊？到底有毛线关系啊？好像可以往外走哎、欸，好像到了、欸，到这里。哎、欸，这地图做的好棒哦！第四章啊，第三章嘞、欸，糟糕，不小心睡着了，应该没有做错站。下一站餐厅，下一站餐厅。熬过了这么多怪事，总算到餐厅了。时间也快到了，快点进去吧，别让大家久等。我到底跟谁约吃饭呢、啊？有东西耶、欸，原石！我开宝箱有原石，有彩蛋。哎，我捡到原石嘞，十原石，爽啦，爽啦！哎呦，可是你终于来了，时间已经快到喽，你让我们等很久哎，动作慢吞吞的，下次这样迟到叫你请客哦。知道了啦，我们三个一起进去吧。第三张砍掉了，那可以把四改成三吗？欢迎光临，烤包机。请问三任客位有预约吗？有，我们预约晚上六点，应该还有其他朋友先到了。好的，请问贵姓？我的是蛙林上。好的，林先生，你的朋友已经到了。左边大桌就是各位。哇！可是你终于来了，我们等你很久了。可是终于来了，大家准备好，三二一。不是生日快乐吗？啊，你们在说什么？
想必可生你在来的路上一定遇到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对吧？其实都是我们帮你弄的哦。欸，我刚刚差点挂掉。欸，我刚刚挂了好多次。欸，这是谋杀吧，集体谋杀，我一个一个告。你们现在都是被告了，各位，你们现在不是什么爸爸了，在场的被告们，我们等一下准备开庭，第五章开庭。什么啊，其实包含聚餐的一切都是给阿成准备的生日会宴会哦，我们准备了很久，还有弄了一大堆的麻烦，既然麻烦这么多就别做这些奇怪的安排。接下来让大家各自跟我听他们说他们做了两三个月的样子。小唐是我们 DC 群最年轻的小朋友，很可爱，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勇者村的吉祥物了，好感人哦。欸，好棒哦。最后阿成，我们在餐厅后面准备了一个惊喜给你，你走到后面看看吧。好，人怎么在餐桌上，所以是后面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最后的惊喜到后厨去。欸，这里吗？祝阿成生日快乐！啊！哇！哇！哇！欸，好赞哦！感谢你游玩这张地图，希望你喜欢。哦！欸，很棒欸，史莱姆，这是我最喜欢。难怪你们问我最喜欢的史莱姆是什么？难怪你问我最喜欢的史莱姆是什么？这是小六，这是内裤。哎，好赞哦！蛋糕里面，嗨，这什么？是每个跟我玩过的。哇靠，是我卡在蛋糕里耶。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。哇 Alright， 今天的 Bob 做的整人地图差不多到这里告一段落。是的，你老哥今年32岁，希望是23岁。那我生日其实是10月15，当然十月都是我的生日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他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想要玩这张地图。如果我们今天这一集，我们破10000喜欢好了，好不好？有点难，但当个生日小小的心愿，今天要是这一集10000喜欢的话，我们呢就来哦。我现在才注意到我的包包里面有这些东西，我们呢就来把这张地图下载下来给大家。去免费游玩，还有闹欸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大家喜欢就下去，我们就下集再见咯。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